你把师傅半个田的灵草都给铲了，回去咱们死定了。不怕，我们就说被后山的野猪给狗了。你是谁啊？为什么拿石头骗人？你自己没看清楚啊？会谁啊？快把东西还给我。钱儿，自己来拿呀。你帮我这个忙，我教你这女孩，保证追到手。颜如玉是谁？颜如玉不是谁，颜如玉是好东西。周易之争五晚间九点，诛仙手游《诛仙青云志》在中视。